因为我这次有一部电影入围威尼斯电影节，它的名字叫 Lutos。那这部电影是我主演，我们很幸运有这次机会，所以就来到了第69届威尼斯电影。我现在的这身衣服的搭配，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适合我的。那在这些所有的里面，我其实最喜欢或者欣赏的应该说是玛莎玛这个品牌。因为她虽然是一个新人设计师，但我之前有对她了解，她是一个中国的女孩子。那我有看到她其他设计的作品，我很看好她，我觉得她未来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前途。我非常喜欢这家店，我觉得他们不仅时尚，而且非常年轻，有非常鲜活的力量，然后让来到这里的客人都有特别强烈的想法，希望自己更美，然后看起来更振奋，然后这里所有的商品的选择我也特别的喜欢，包括这里。他们非常有自己的风格，非常酷，他们的搭配我很喜欢。